大家好，上次说的那个海盗船机箱风扇到了。上机之后发现这个风扇的噪音比我机箱自带的那个还吵，果断换回机箱自带的，不想再折腾风扇了。就在这时我陷入了沉思。这集是给之前所有的关于台式机静音内容做个总结，回顾一下整个静音的全过程。折腾静音的起源是一个二手老电源发出了异响，出现了咯楞咯楞的声音，解决办法是手动拆解修复，异响消失。后来呢，又买了一个新电源酷冷 GX650， 最后呢换成了海运 Focus GX750 带自动启停技术，风扇都不转了，风噪也就没了。第二个是宜家贝肯特的书桌，桌腿和桌面都出现了异响，解决办法是拆了重装，异响消失。第三个是惠威音箱的电流底噪，解决办法是买了一个新的 Presonus 的音箱，电流底噪消失。第四个是机箱的风扇太多了，停掉一个前置风扇和一个顶部风扇，还停掉了一个 CPU 散热器的风扇，声音小了一些。第五个是两个机械硬盘马达的声音，解决办法是停掉了一块 300G 的5400转的老机械硬盘，保留了那块 3TB 的7200转的相对比较新的机械硬盘。现在的这台台式机达不到完全静音的状态，主要噪音来自于机械硬盘。如果关掉所有的机械硬盘电源，只保留 CPU 和显卡风扇，台式机还是很安静的。机箱后置风扇也不想再折腾了，因为意义不大，就算换了一个猫扇，面对机械硬盘的那个声音也算是杯水车薪。如果今后全换成固态硬盘，再考虑换风扇。虽然不想折腾风扇了，但是我有一个爱折腾的心，机箱的后置风扇总觉得有点别扭。我尝试了一个新办法，就是使用胶钉固定风扇。虽然感觉胶钉不如螺丝固定的那么结实，但是相对安静了一些。 FD 机箱自带了8颗胶钉，由于当时买机箱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静音问题，也就没用那个胶钉。我把前后两个机箱风扇都换成了胶钉固定，这下确实安静了一些，减少了风扇与机箱的共振。看来这个机箱厂商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，比如前面讲到的机械硬盘支架那个螺丝自带减震胶垫，还赠送了8个风扇胶钉。现在把能做的做好，目前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，只能以后再让它完美。现在的噪音已经比之前小多了，柔和多了，现在我也不会那么在意它的噪音了。其实在意了也没用，对于目前的不完美要包容，以后换一块大个的固态硬盘，再换一个带自动启停技术的显卡， CPU 散热器也换个静音的，那样的台式机才叫静音。日常工作电源和显卡风扇都不转，硬盘也不响。关于台式机的静音解决方案就分享到这里，爱折腾这个系列暂告一段落，欢迎点赞评论关注收藏，谢谢支持，再见。